哇，你好，欢迎你来面试，坐。你好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董代尔。<笑>对，嗯，今年30岁，嗯，是北京舞蹈学院暨教院的一名民间舞老师。他有老师的气质。 对，说话那个状态啊，像个老师的样子。对，我想要跳一支舞蹈给我的父亲。大家好，我是董杰，是戴尔的爸爸。这次他准备节目的时候呢，经常给我撒娇说：“爸呀，我是不是老了？这次怎么一跳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。”我平时对他比较严，所以我故意说：“你欠练。”戴尔啊，你在生命中选择了舞蹈。 你就应该一直坚持，并且热爱下去。你能行，加油！哦，哎，这干嘛呢？已经开始了。来了一段维族。 给我摔了，可能。不要，假设我知道，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。 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到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可像荒野，如孩儿。 伏于爸爸的肩膀，哪怕要长路多斜，你爱我爱多些，让我他朝走得坚强些。你介意来爱我，又靠谁施舍？难离难舍。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，谁要下车？能离难舍，最后一世，想静夜，只不可推卸。现世间愿我为何止，我只等你，承受我的狂，或也。 哎呀，您这个给我们场工出了不少难题哈！<笑>你说都是吗？是啊，不好收拾是吧？哎，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四位领队，对你刚才这段深情的舞蹈有什么要说的？首先，我觉得作品的形式感很强，然后当老师可能软开度就不会那么经常的压了，所以我会觉得那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，就技术上的一些，可能肢体已经达不到以前那么处理的那么的干净利落，但能够看出来处理的还是不错的。 对。其实老师，我跳的并不是自己擅长的舞种，导演组的老师们也有跟我讲过，说你要不要换一支适合你自己的舞蹈，但是我就是想单纯的给爸爸跳一支舞蹈。<笑>
这么多年他给了我最好最好的爱，但是我老惹他生气，他经常会跟他吵架，他不让我养猫我还老养，就是他真的很凶，但是我真的很爱他，对，所以说才真的只是单纯的想给他跳一支舞蹈，对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枕头的设计。其实枕头和羽毛的过渡是有含义的，我爸今天在酒店里其实要问我就不告诉他。嗯，因为每一次过年回家然后在家里他就会跟你说很多，甚至会有争吵，但是真的就是离开家，爸爸送我到那个机场的那个时候，然后看着爸爸在那拜拜拜拜，心里那种感觉，我说爸爸拜拜，看他转身那个特别那样的大狮子一样的背影的时候，心里头真的很难过，说不出来，就像我爸老说一句话，我上辈子欠你的了。我就觉得我爸虽然那么壮，但他的爱给我像羽毛一样柔软，所以说对，我真的很爱他。爸爸应该不止一次的看女儿跳舞，今天女儿对你说了好多，你对女儿有什么要说的？戴尔你行，爸爸爱你。从来没说过他爱我，天天骂我。